沈薛氏的手都为你举酸了，殿下。 臣请为江二娘子作罢。沈玉容，还真有你的呀！宫宴除我之外，都是梁所里的学生，年纪尚幼。如果有哪里顶撞到殿下，还希望殿下看在臣的面子上，不要为难。也好，不过沈学士出面，这梅族的箭杆子。 多没意思！来人，唤带族的剑上来。沈学士，把他举起来。 若是射中了，我赏你。这是何物？ 禀长公主殿下，以活人托物为把，清醒时尚可；而今日宴会上，江二娘子一饮数杯，只怕……我说话有你插嘴的份儿吗？江二娘子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沈学士的手都为你举酸了。 盯紧把心，我数到三，跟着我一起松开你拉弦的手指。记住，不要犹豫。安利，闭眼。